王莎莎饰演《武林外传》里面的莫小贝，小小年纪演技超群，能够和姚晨、沙溢一起拍戏，并且一点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大人。但是她的颜值确实不太高，童星里绝对算是最丑之一的了。1992年出生的王莎莎跟娜扎一样，都是一级的学生，当年一起参加高考，但娜扎顺利考试通过了，而王莎莎被拒绝了。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王莎莎最终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，也已经顺利从学校毕业。这几年里，王莎莎几乎没怎么拍戏，一心扑到学习上。王莎莎在校期间成绩优秀，光毕业的时候就获得了2个荣誉证书、优秀毕业生、优秀毕业论文等多项荣誉，也有力回击了曾经不看好他的学校和老师。娜扎是毕业于北电，但演技跟王莎莎相比真的是……昨天王莎莎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的近照，真的是完全认不出了。厚积而薄发的王莎莎如今要开始真正拍戏了，当初的最丑童星如今也已经成了美女，不靠整容，不靠炒作，单凭实力证明自己。跟她一起拍戏的张一山火透半边天，姚晨也生了2个娃了，就连嘎子哥也要当爹了。王莎莎刚刚满血归来，近照已经美得认不出了，更多的多了一份大气、知性、成熟和多年知识熏陶。